家好啊，我们这个单元啊，准备进行章草经典赏读和临习的第二节啊，进行这个索靖月仪帖的赏读和临习。月仪帖呢，出自于索靖，这是历史上的说法啊。这个人是有个字叫右安，是西晋的时候敦煌人。而且他自身的这个仕途也是很顺达的啊，官至尚书郎，啊，在索靖的同时代，也就是说在他的单位还有一个人叫魏冠，同在尚书台担任这个尚书令，也善于写章草，也师从于这个张芝的书法。在那个时候呢，索靖和魏冠这两个人，他们两个的书名是并驾齐驱的啊，有一台二庙的称谓，一台尚书台，二庙俩人，索靖和魏冠都很神妙。唐代的张怀瓘说过这样一句话，就冠得伯英经，伯英大家知道是张芝的另外一个张伯英啊，静得伯英肉，哎，一个得其精，一个得其肉，哎，由此可以远窥索靖和魏冠两个人他的性情啊和这个审美取向有所不同啊，以此来说明这两个人呢，这个是确确实实是张芝得了张芝的真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由此来看出这两个人在他们自身的性情以及他们的审美取向方面有所不同。这个乐仪，它是这种书仪的一种，那个书仪就是书性的一种规范啊。那么乐仪呢，它就是以一个月写一通，叫做月仪啊。他是这个是当时这个士夫检查呀写信的一个范本，就是你写书信参考他这个月仪，这个书仪你可以写的啊那种格式啊称谓啊那种套话呀，他有一个范本给你啊，使得当时的这种文人能够在往来书信的时候哎，有个比较稍微标准一点的这么一个书信写法。他这个乐仪也是希望大家学习以后力求做到书写就写信的时候啊能够文辞娟雅，语意该明啊，言简意赅明确。那个乐仪就是按照月份来编写的。我们从古代书论中经常看到对索靖的评价啊，有个叫王颖的，他说索靖的书法是草书绝世，学者宗之，可见索靖书法的历史地位之高和他的影响之大。月仪帖的作者是谁啊？就是这个，我刚才说了，不要去究竟，不要去追，搞个谁了史书无所谓的，啊。虽然还不能够达成共识，现在有很多学者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啊，但是历史上评价月仪帖的时候啊，用的那个评语更多的是褒义，是称颂，这一点是比较有共识的。对月仪帖的那个评价是褒义的，是称赞的。这个帖啊是个残卷，但是尽管是残卷，它的字数仍然超过了千字，它确实是啊我们学习章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门径。而且月仪帖这个章草和我们上一节学到的王相的这个急救章，那章草的风格啊，它的气质，它的形态等等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与黄象的急救章相比的话，月仪帖更具书写性。
更具书卷气，更有自由度，通览全帖，笔法精熟，笔势圆通，结体呢平顺稳健，隐约有一些邪趣，看似平正稳健，但是呢你仔细去琢磨它，它又隐含着一些邪趣，有一些幽默感啊，在结字上，在用笔上都有这样的一些苗头。它的气息虽然简古啊，简约古朴，但是清俊婉约，溢出了唐人的法度之外。这个月仪帖啊，它和这个黄象的急救章外形内在的那种气质有非常明显的一种区别，这个我们从那个它的啊两个帖放在一起一比较，就有明晰的这样的印象。下面我们再请朱建初来跟我们做精彩的临摹示范。好，欢迎。好，我们下面呢进入这个直接临摹月仪帖的阶段。刚才呢这个刘老师啊说了很多一些特点，但是我想呢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说我们在写这个帖之前啊，对这个月仪帖有几点要把握一下。就是月仪帖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笔画的跳跃，字势的斜正相发，动中有静，粗细的变化，以及起笔处是从锋冲释出，有银钩钗尾之趣，要把握这些特点啊。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在您这个帖的时候，就是说它每一个笔画呀，更多的注重的点画的质量，这种特点，就是这一点呢，希望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临摹过程中要把握。这个在行笔上有点类似于手札式了，它类似于我们在人，比如说我们的黄象的那个帖是立正的话，这个帖就类似于行走的姿态啊，和前面那个立正的那种比较稳呢，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它在起笔的时候呢，其实跟我们行书啊那个起笔啊还是有它的特点，但是它和黄象的我们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帖呢，它在起笔的时候可能稍微的区别，它更多的是什么呢？是以侧锋方笔入笔，就是这个特点，它就比较明显。但是在行笔过程中呢，我们前面那个帖呢，就是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它有隶书的这种感觉，就拎着笔走的这个比较明显。这里边呢，就是它的侧锋比较多。比如说它上面的这一笔呢，它就是比较明显，它有一个势，一个势。这个在写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什么呢？你看，它有一个，它有挑，有收，它就是点画之间啊，它有这种呼应的关系。总体上还是比较规矩的。它这个一字呢，跟我们平常的写法不太一样。现在的写法是两笔，但是它这个呢，是上面的就有，上面的就写了两笔的。像我们现在的话，好像是我们现在把上面的两笔放在下面了。
这手还有这个手有点抖，这个跟他家写的这个状态好像不大一样，这个情绪稍微稳一点的话会好一些啊，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抖的呢也有抖的好处，抖那个笔停的时间长，但是写写行数它是比较爽利的。但我们现在临帖的话呢，它是看一笔写一笔啊，和我们平时自己写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自己写的时候呢，它是完全是我自己想怎么写，你在看的时候写呢，那可能就是和那个会有会的区别啊。这个月仪呢，这个我看那个笔，它那个笔啊，比较近挺，它这一笔很重要，就是这种。他这个就是已经有了这种点画之中的这种呼应。这一笔画就上面这个年代，它好像是就是笔段有一年，这笔画笔画之间啊，它有这种小的动作。这有一个很大的头，这个需要摁笔。它有姿态，这种
这个还是跟这个隶书的这个相比，到下面这个性字呢，它就有个反蜡啊，这是个反蜡，哎，它是这样子的。这一面呢，其实还是明显的章草的风格。这个情绪稍微稳定一点点了。这个图字啊，上面有三点，它是的，它有一个姿态，哎，这笔是这么来的，然后这边挑上去，这样子，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草写了，它有一个斜视，斜视图墨，它这个两点啊，基本上它都有一个互动啊，那这一点挑上去，这一笔下来。它这个字啊，基本上还是比较扁的。古代字啊，有个特点，就是单个字都比较扁。这个下面这个是个梁字，这个为一笔，上来以后一个挑，直入。这一笔呢，他交代的很清楚，哎，这笔交代比较清楚。引字，这个是直入笔。引字啊，引字，这是个引。它是以藏锋为主，它这个字还是以藏锋为主。上面是个托字，这个古代这个土，这个石梁的水啊，基本上是还是这个托字，我不知道现它古代是怎么这个地方多了一点，还有挑锋。这个呢，就是和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急救篇呢，它那个就是出锋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怀字，它这里就有，你就有这个，它一般的，它最后一笔还有一个强化，一个强化，就强化它那个，隶书的这个蚕头燕尾。哎，这个笔，就是这个笔呢，在这个它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先挑出啊，好。这个月仪帖呢，凝视到这里，等于这个主要是把握什么呢？把握它的点画的这种质量，这种姿态。通过一次两次不断的练习以后呢，慢慢的，把它写像，最后呢把它背下来，等于只有你掌握了以后，我觉得它会写出那种才会有神采，这个月仪帖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刚才大家用较长的一段时间啊，看了朱建初临写月仪帖。啊。
这个比临皇相急救章时间要长得多，写的字数也多，而且我在后面看了，他在这个每个字的点画线条的细节上叫把握得很更好。哎，是这样啊，临摹呢，因为有的是初临啊，初临的人一定要像这样，就是他这个今天这个临写是一对一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看一笔写一笔，看一字写一字的，更多是看一笔写一笔的，这么写是对初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啊，有的朋友啊临了很长时间，说是我已经写两年了，但两年了我又没看到他像，就是点画不像，结字不像啊，字界的关系也没有，他不像。为什么不像呢？就是他平时临的时候啊，他就在抄书啊，他在抄字，把这个字啊，这是个月啊，仪啊，二月什么，我就把它抄下来，他没有去这个精雕细刻，就是每一个字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每一个点画它为什么出来这样的一个形状，怎么用笔，他没有去细究，所以它不像啊。所以我们初临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刚才渐出那样临啊，每一个点画啊，点画是怎么出来这么一个形态，你可以反复在纸上啊去练，你开始写的时候可能是不像的，因为你这个笔法不对，那么你在另外一张纸上反复去临这个点，去临这个点，写这个点，可能会撞上啊，可能会撞上像的。好，你就抓住这一点，这个挺像的，怎么写的？反复去重复几次，他就把这个笔法记住了，固定下来了。以后碰到这个同样的点画，就迎刃而解了，没事儿，就可以完成了。那么这么一个点一个画的去这样去攻克它，时间一长，别说两年了，半年就行了，这样就能像。先把形抓住，我坦率讲，它这个临写是对初临的人而言是非常有借鉴作用的，有参考价值的。但是我们要是临了一段时间，点画结字比较像比较熟练的情况下，不可以再这样写，再这样写的话，它就影响了这种书写性以及它的这种顺畅感。我们对这个点画结字啊，对它的基本笔法已经有一定熟练程度以后，你再这样慢慢的写，一点一划的去抠的话，它就会影响它的书写性啊和书卷气以及它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关联呼应，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在熟练的情况下去遥想索靖写这个字的时候的那种情态啊，写得更顺畅一些，更流利一些，不要太斤斤计较于这每点每画的这个形态了，那时候就要写势了啊，写气息了啊，写意趣了啊。另外一个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齐公先生说到的，就是要透过刀锋看笔锋，这句话非常重要。就写这种啊，这是刻帖嘛，刻出来的这刀和石头硬碰硬刻出来的。我们在写字的时候是毛笔和宣纸软对软写出来的，它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透过刀锋去看它的笔锋，刻的时候，它把这个锋芒啊，经常就消磨掉了，尤其是岁月的打磨，使得这块石头风薄雨势啊，在拓片上出现了斑斑驳驳啊，那些锋芒。啊，那些方角，那些尖锐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善于透过刀锋看笔锋，
啊，不要去追求在纸上去追求那个金石味儿，那样去追求就容易做作了，刻意了，啊，注意这一点。好，这个月仪帖的赏读和临习就到这儿，谢谢大家。